两位小嘎子，请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嗯，我叫何有礼，32岁，硕士毕业，我来自大城市。我叫马秀花，26岁，大专毕业，我来自农村。小伙子，不要嘲笑人家，谁的祖祖辈辈不是农民出身？我的公司一不看学历，二不看出身，只看能力。今天的面试题很简单，金坛百办。土字加一笔，请写出6个。这什么破题啊，这太小儿科了这。那就请回吧，保安送车。别送别送别送，我答我答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董事长您为什么要出这么一道题？传统的面试太枯燥，我万一把幸运的不行吗？再说了，这道题学霸才能答出3个。吹呢吧，哼，我风风中中就能写出10个，比给我。我的公司不允许有这么能吹牛的人存在。来来，等会儿我让你们看一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牛。来，第一个，老王八的王。小嘎子，你骂谁老王八呢？我没骂你，我是自言自语呢。我，你可不要指桑骂槐。来，第二个，士兵的士。第三个，天干地支中的那个人。第四个啊，大哥你写呀，你这才写3个呀。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哎，董事长，我能上网查一查吗？保安来送车。不送不送，别送别送别送，我写我写我写。董事长啊，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啊。给你1年时间行不行？不用不用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大哥，要不你先想，我来写怎么样？就你一个农村来的傻妞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我？笔拿来写。第四个，这里加一点，也是一个土字儿。给右边加一个竖弯钩，是个亚字。第5个了，给这再加一笔，是一个丑字儿。6个都完成了。嗯，你有这2个字吗？不会是你瞎编的吧你？你可以上网查呀。查就查。不是，这还真的有啊。哎呦，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。我再送你一个字，看好了。把白板旋转一周，给这里加一撇，这不就是中午的午字了吗？厉害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还有更厉害的呢，我还能再写一个。吹呢吧你。丫头子，你可不要吹牛，这道题最多才能写出7个字。我写出来你们就知道啦。哎，这再加一撇就是个老字，跟老的意思是一个样的。我要查一查。还真有这个字呀。傻妞啊，不不不，小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，承受我一拜。别别别，我可承受不起你这硕士的膜拜。丫头子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才，一口气能写出8个，我都甘拜下风。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，明天就来上班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那我呢？保安送客。那我别送了，我自己走。